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. 看到一大堆未完待续，觉得有点密密麻麻的。哦，刚不小心看成大腿起舞了，害我兴奋了一下。好啦，所以这一集可能就是这两个小伙伴他们的蜜月旅行了，这个字不知道怎么念啊，开始吧。呀，那个谁啊，呵，你太用力了。我在哪儿？等一下，他们在坐船呢，为什么你们要泛舟啊？什么人？呀，你冷静些，船要翻了。为什么你们在坐船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不然我在你头上啊，但我在这里啊。什么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们不是一们不直是在一一直在块一块吗？吗？我和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啊！呀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这是哪？还能是哪？不然是你屁眼里吗？那就好。什么？对，这里是那就好吗？你昏去后，我背着你往外走，在桃林下发现了这条河，河上就横着这条船。为什么他会昏倒啊？我忘记了。啊，他背着他。桃林下，然后这条船上有一个老人。少公说他认得路，愿载我们到下地狱去。哦，你们要去下地狱啊？哦。鸦雀无声啊。阿里巴巴。你说了那些话，是不是说明你喜欢我吗？最初我问的那些问题，现在你都能回答了。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快说啊！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？不能，我们都是男生，不可以相爱的，这是禁忌的恋情啊！啊？啊？阿姨喂哦，卡给哭给哭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昨晚发生的事。我真的不记得，不记得？你不是在骗我吧？你看这艳遇棒，哼，你都让我怀孕了，你还想逃？说不知道啊？什么？男生不是不会怀孕吗？我？哼，你明明记得。你看，我身上的伤痕都是你抓出来的。我不记得了。你说谎。你说谎。我没有。你有。你说我和你是兄弟吗？不，我们是恋人。conbido。谁知道什么兄弟？我只知道兄弟像啊。那女子是你的娘亲。那好，好。还有什么女人？这个脸好可怕啊。你说那是什么女人？快说。已经说出口的话，怎么可能再收回去？过去你刻意隐瞒，我当你有难言之隐。现在还不回答，难道你不过是在逃避？我没有逃避。刚那个画面震动的超级撕裂，画面都撕开了，感觉是震动果实的能力。你就是在逃避啊。你为什么你的头发变成金色了？难不成是赛亚人的沉睡的力量觉醒了吗？对。我调一下音量。
OK。呀，我没受伤，你怎么了？不行。OK。离我远点。哦，这个啊，这样才 perfect， 完美，完美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开玩笑，再小声一点，不要大声。只有我讲话可以大声啊，你们都不可以。我又会伤了你的。为什么老是不满意啊？我对这个真的是非常要求啊！我真的很怕录出来的影片会有点失败，之前已经有太多太多失败的例子。不行啊，我左手的力量必须封印起来，不然的话世界会毁灭。看看我的左手似乎有些失控了。我就算再怎么遮掩也改变不了那个事实。没错，地球是绕着太阳旋转的，这个事实实在无可否认，不能改变。你已经看到那个丑陋的、疯狂的、我最不想让你看到的我，那就是昨晚的我，实在是非常丑陋，对吧？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。而今后，你还会无数次再看到。上百次，上千回，我再瞒你又有什么用？好啊，你竟然把事情都摊开来讲了，这个事情已经摊在阳光下了，那么就麻烦你现在讲清楚说明白，说你到底瞒了我什么事 OK 吗？你现在请你讲清楚、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 你是说杀了一个你，还有千千万万个你吗？什么意思？呀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忘词了，可以看剧本啊，我不在意的。吵死了！错又不是我，你自己忘词了还生气，真是的！我告诉你啊，下一集就不让你出现了，知不知道？啊啊！竟然生气了。好哇、啊，扣你薪水。我没逃避。他是不是脸红了？不会再逃避，我全都告诉你还不成吗？只是你什么你呀、啊？你要说就快说吧。行，现在就说。我现在就说呀。这么突然，谁知道要怎么讲？不如就从那晚开始讲吧。那时你牵着一个女人走进了摩铁，说吧，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么多事，怎么可能一下就说清楚？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我有的是时间、我没让你马上一口气说完。对啊，你看我茶都泡好了，我们慢慢说，下个棋啊。没关系，不急嘛。你倒是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啊。时间？现在时间8:30。好，你可以想，开始。让我好好想想，到底该如何面对你？面对。呀。我已经知道你的一切了，所以没关系的，你就坦然面对吧。把你最真实、最丑陋的那一面，面对我们的过去。过去。娘说，哎，桌上的布丁，你们兄弟俩吃吧。为什么是这个？皇上，您唤我前来有何要事？啊，南丞相，你来了，来，陪我下一盘象棋吧。南，姑做了个噩梦。什么？噩梦？噩梦，噩梦，你记不记得御医说会何时生产？我记得好像是昨天吧。这，臣记得似乎是8月15。什么？那不就是中秋节吗？那是烤肉的季节啊！小心不要把婴儿拿成肉拿去烤了，太可怕了。果然不错，果然不错。
8月15是中秋节啊。顾梦洁，那一天是中秋节。将会被8月15出生的恶子杀死，蓬莱也会因他被凡人所灭。谁啊？王上，这只是一个梦而已，您切莫当真呐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不要你把这事放在心上，密切监视辉的情况。辉是谁呢？可是王上。大辉。王上。就这样，下去。岂是你叫我下去，我就下去的。1 month later。白发白眼，你说真的？你是说鸭吗？鸭王上，千真万确。鸭。王上，这里。鸭嘞鸭嘞。王，快来看看您的孩。还没出生呢。白发白眼。哎呦，啊，没有没有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。孤梦中的那个恶子。没有了。也是白发白眼的。没有嘞，现在便将这个女人和她孩子通通丢到地下去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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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？通通，这王上，我真觉得这个游戏里面的人一直结巴，真的不太好啊。因为其实我现在讲话都会有一点结巴，就是尤其是第一个字的时候，就是蛮麻烦的。我不喜欢结巴。您不要再结巴了。这个恶子虽生来白发白眼，这一位公子却有着黑发黑头。马来西亚夕阳，哎，不对，马来西亚黑白旗最适合不过啦。我最喜欢黑白旗啦。皇上，这不正说明天祖之意？恰是要您在除去妖孽之后，尚能保住一位子嗣吗？只是靖南山。皇上，既然托梦给您，要您除去祸害，是天祖的旨意。那么这位公子的出生，一定也是天祖的意思。好了，都听你讲就好了啊。好吧，那便将这个留下，将其他的带走吧。好吧，这个打包，阿杰的带走。是，皇上。哎，不对。那这道菜就麻烦先留着，那其他的就打包了。是的，了解了。然后那个服务生就拿去打包了。爷，求求你，那道菜我还想吃。等等，王大王，王那道菜，竟有这种事，竟有这种事。娘和我被放逐到地下后，在一手追捕下，阴差阳错地躲到了胡心玉。胡心玉，胡同学，你好。在那里，他费尽心力，好容易才将我养大。好容易啊！能活下来已是不易，他很辛苦。是啊，所以你我10岁那年，娘就病逝了，但他没有就此离去。他一直活在我的心中啊。就像长老一样，也一直活在我的心中。他的亡魂为荒野的阴气所误，染上了凶气，化为了恶鬼，一直徘徊在我身边，如影随形，张牙舞爪，怒气冲冲。那逢我心神动摇，便伺机附身于我，将我变成那个样子。你会发狂，是因为他的亡魂。他时常在我耳边嘀咕，念了那些狠毒至极的诅咒。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う。他让我狠狠钉进水中的你，あみも要我想方设法回到地上。あいうえおかき。我会对你的生活一清二楚，便是因为这个原因。等一下，根本就是跟踪狂嘛。水中的我，水中的我，这个，可嘞，勾玉，哎，哦，和我的是一对吧？他的是白色的吗？不错，你看，哎呦，等一下，将你的玉佩
这样放入清水中，然后心中默念我的名字。为什么他的玉佩黏黏的啊？那你勾勾。竟还有这种用法。白玉进了水，能看到黑玉那边的情况，黑玉进了水也一样。那脑子进了水会怎么样呢？娘自小给我这块玉，让我仔细观察你的所作所为，随你一并学习长大。仔细观察我？哎，圣郎，难道说他打小就一直看着我吗？我是在，不管我是在进食在就体，亦或是在在学校。以往我每次发狂回过神来时，总是什么也不记得了。所以我获得了称号狂暴之神。这一回什么都没忘掉，或许是因为你在我身边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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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呀，呵呀，呵呀，哦。十来年里，大部分时间我是另一个我。这不是特南克斯吗？那个恶兽般毫无理智，每日只知觅食捕猎的我，那个浑身泥土生吞猎物染满鲜血的我，那个想杀了你，想杀了你，那个靠着想杀你这个念头而活下来的我，如今却爱上了你。为何会这样？为何会爱上你？或许是因为那个我更适应这个险恶的环境吧。每次短暂地清醒过来时，看着自己染满鲜血的手，看着自己这头可恶的丑陋的双唇野兽，再看看水影中你的面容，我都会越发的爱你，厌恶自己，然后越发的向往作为人的你。向往我？你吗？你吗？你爸嘞？是啊，嫉妒。娘说的对，嫉妒。我本该嫉妒你，嫉妒，憎恶你，憎恶你，对不对？也许杀了你，就能让那洪水般的自我厌恶感稍事停息。可是我下不了手，看着你的脸庞，摸着你的身躯，不行，这兴奋感停不下来。每次想起你，我便会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，你绝不能恨他，你绝不能沦为野兽。你要接受他的一切，你要爱上他所有的事物。你不能放弃，你不能离所谓的人越来越远。你没有呀？你没有呀？至少现在的你，不管怎么看，都是个正常人。不过，你的内心却饥渴的像头野兽啊！可是就在刚刚，我又伤了你，伤了我最不愿伤害的人。你在大声什么啊？大声什么？我不是真的想杀你的，我只是想看着你身上流出血来，想在你身上留一点伤痕。至少真正的我不想杀你。我不知道自己何时会屈服于亡灵的蛊惑，何时会失去神智，何时会暴躁发狂。先前我威胁你，是为了让你能时刻保持警惕，一旦发现哪里不对劲，便及时逃走。可我还是无法控制自己，逼自己与你保持距离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关一下电风扇。控制自己，保持距离。回过神来时，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你攀谈。攀谈。
过神来，潘坦回过神来，潘坦。这个诱惑太大了，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。我真的好想抚摸你，我真的好想拥有你，我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。你会原谅我对你做的事，对吗？对吗？我可以拥有你的一切，对吧？你什么都没做错，就让我占有你吧。不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禁忌的恋情。啊，阿力，阿力，你不能答应我，哥，我无法保证下一次我会不会对你出手，你还是继续与我保持距离吧，这样做才最为稳妥。温透东啊，结束了吗？沿河漂流，一路往西，桃树渐渐少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两岸茂密葱茏的宽叶树木。那就代表天气变热了，夏天。再往前行，这树好漂亮，连陆地也不见了。可是这好像又不是树，周身是一片辽阔无垠的沼泽。哎哎，好热啊！啊，指引呢？要不然，这里为何叫夏季？啊，指引。两位公子要到地方了，给钱。老朽先去一步，后会无期。说完，少公就这样失去了呼吸，再也没有醒过来了。少公，少公，老人家，姚春人忽然化作了一具白骨，还真的嘞，咯啦作响的散落在了地上。到底是三小？这骨头又干又枯，等一下，他应该死了有段时间了。这个是怎样啊？你可以再瞎一点啊、嗯、刚刚飞过去的是什么？飞机啦，是没看过飞机哦，波音747啊。是鱼。哎，哎，哦，鱼啊。啊，鱼啊。哎，鱼。鱼儿水中游。鱼竟在天上飞，跟萧敬腾一样。不只是鱼，你看那边还飘着间屋子。等一下，你可以再夸张一点，没关系啊。哎，那个人在飞。什么屋子？那个分明是……那分明就是座宫殿。你根本学我、哦、而且与父王的宫殿一模一样。哎，那个是蓬莱吗？又一个头不足吗？这沼泽就和那桃林一样，无边无际，没有尽头。看来还是只能先进到宫殿里边，才能找到离开沼泽的出口。我们滑过去吧。这沼泽草团丛生，不知到底有多深。鸟在水里游，鱼在天空飞，人往低处流，水往高处爬。方向接着是鱼，水中游的却是鸟吗？吵死！划水就划水，在那边划这么大声干什么？不要再划了。呀，你说荒野幻象，诡辩莫测，分外危险。可现在，我却觉得眼前这一幕很美。你不要再看我屁股了，我的屁股有什么好看的？大惊小怪。这后面这个黑黑的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是他的衣服吗？现在便吃惊成这样，往后还有更夸张的东西，你可别当场晕倒。走吧。这藤蔓呈阶梯状向上，倒像是这宫殿天造地设的台阶。为什么要用这个爬梯啊？直接盖这个电梯不就好了？把船停在那儿，上去吧。哎，有没有电梯啊？先去找电梯吧。他那个宫殿那么高，这藤蔓台阶有些滑，你小心点。不如我扶你上去吧。啊，手碰到了。好，手牵手。啊
心跳加快了。啊，到了这儿都是砖石台阶，不会打滑了。可以放手了吧？不行。公子，你给我下。咦，叫谁啊？公子。谁是公子啊？我是鹤子。我们等你好久了。我是鹤子，他是鸭子。可算来了。真叫我们等的心焦呢，他们心都黑掉了，因为烧焦了。你们怎么都没穿衣服啊？快让我们看看瘦了没有。这些人是假的吗？就像之前那些是幻觉一样。放给我。你们在摸哪里？公子。恭迎公子回宫。公子恭迎，恭迎。我们这不是高兴的，您啊就别。公子让属下们好等啊。多日不见公子，宫中一下冷清了许多。就是，公子不在，我们真是寂寞。这边麻烦你们看快一点，因为这些都是客套话，所以他大概念几下我就安掉了。是吗？但是还是先放。你干什么？我的胳膊。放开他。没听到他说不愿意吗？你。大王来了。大王。我儿回来了。父王。你怎么还活着？快让姑好好看看。等一下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已经死了。然后父王就死了。瘦了。可怜的孩儿。瘦。父王。怎么，这么久没见，你不想念姑吗？不是啊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，不是。大王，知道您高兴，但您看公子风尘仆仆，一身是汗，还是先让我带他去打理一下吧。还是让我先帮他洗洗澡吧。说的也是，那你就先随他们去吧。公子，请跟我们来。来哦。一会儿见蓬莱王时。我们要想办法刺。等一下，他的这个脸好像坏掉了。你在笑什么？父王爷，工人们也罢。呀，你看到了吗？父王竟然拥抱了我。他从小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，更别提触碰我、拥抱我了。父王疼爱大哥、二哥入骨，却常常在我偷偷靠近他时，一脸厌恶的要我走开。偷偷的靠近。被发现了，连带着朝中重臣、宫中众人有些躲着我。诶，为什么？哦，对，因为，诶，不对啊，为什么？除了师和几位家臣外，我几乎没个朋友。边缘人呐、这我都知道。但是鹤，你告诉我过去的事后，我终于知道了自己被父王厌弃的原因。是因为他会杀大王吗？小时候我不懂。我只是隐约觉得自己似乎总是做错。呵，他们不过是一群醉鬼，你根本不用对他们那么执着啊。真让人高兴。喂，他已经陷入了自我沉醉当中了，要如何将他解脱这样的困境？你需要假象啊，这是假象。可为何我如此高兴，这不就是我一直以来所渴望的位置吗？呵，倘若这不是假象，这里的父王一定会原谅我的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不是假象。这是怎样？刚好我正想与父王谈谈。你这什么逻辑啊？什么味道？这是杏仁味。快，捂住口鼻。是杏仁味。放开我，让我接父王，我要告诉他。喂，呵，杏仁。三公子快起来，大王要见你。这也是没办法的呀，前些日子三公子出门在外，成日跋山涉水的，能不累吗？骗人啊，最好是会两个人一起就这样睡着。你
叫我三公子？我是什么三公子？难不成替换了？您这是睡糊涂了吧？您当然是我们的三公子。我还三太子咧，三公子。我还想不起来我是何时回宫的，我是何时睡着的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。您回来时筋疲力尽，大病了一场，连烧了几天，肯定是因为这样才一时想不起来的。你这个侍女真的借口很多哎，套路这么多，到底是谁安排的？我看您啊，就先别想了，先去见大王吧，陪他聊聊天，说说笑。哎呵，好。啊，贺去哪里？大王，三公子来了。三公子驾到。我儿，你来了。我来了。安诺王叫得好。父来，你来，来来，姑就爱听你这么叫。你来来，我儿离家几天，可叫姑想坏了。姑都坏掉了。你不在宫中，没人给姑弹琴解闷，没人射箭舞刀给姑看，姑真是闷得很。射箭？我不会射箭，也不会弹琴。我只会。你当然会，难不成姑还会说假话？我会。原来我会吗？你这是什么逻辑啊？你会不会你自己不知道？仅有你一个独子，确实是件憾事。什么独子？所幸你饱读诗书，能言善道，聪慧大胆，武艺超群。不要再这样夸了啦，你不害羞我都害羞了。血脉高贵还优秀如此，姑有了你还能有什么怨言呢？吾儿啊，莫再离开姑了。永远留在姑的身边，与姑一并统治着蓬莱天下吧。父王。是父王。等一下，可以拜托你们醒醒吗？不要做梦好不好？看来是挣不断了，还是放弃吧。不行啊，现在放弃的话似乎是个牢房。不是啊，这是你的房间啊，你看那里还有床啊。我醒来后就没看到鸭，不知他现在在哪里。哪里？扇子在脚边，可以扇风啊。耶，如果拿得到的话应该可以磨断这个绳子。什么什么东西啦，你用扇子磨断绳子？你是以为我没有上过物理课吗？你最好不要给我真的磨断哦。哼，醒了。呀，这个侍女怎么声音这样子？醒了。你是谁？是何人将我关在这里？竟然你诚心诚意的。我凭什么回答你？区区一个阶下囚，话还挺多。哼，难不成当自己是蓬莱公子吗？如果神奇精灵宝可梦的火箭队都这样回答的话，真的太霸气了。就说你是谁？哼，他刚说什么？他都刚说什么？什么不需要回答你？可恶，忘记了。真倒霉，本就忙得够呛，还得抽时间给你送饭。撑大点，喂完你我要走了。哈，还要喂他，好幸福哦。不要硬塞，受不了。我的衣裳。看来要把衣服脱了，可恶，你这个色鬼。不吃是吗？好啊，饿死了是你自己的事。想起来了，她是迎接我的侍女之一。记得那时我和鸭沐浴完，然后我真傻，父王怎么可能会对我那样亲？我竟会说这种拙劣欢迎的蛊惑，实在是太可笑了。Ridiculous， 会沦落到现在这种境地也是活该，只希望
丫不要因我的愚蠢而受牵连。来不及了，他已经自我沉醉了。方才装水的罐子摔在地上，洒了一地水。他就把那个勾玉放在地上，哇，好聪明哦！想办法把扇子踢到水里，应该就能看到鸭那边的情况。扇子是什么鬼啦？鸭怎会和父王在一起？马赛克。徒儿，练字呢？不要以为你把蓬莱湾。蓬莱王水平翻转，我就认不出他了。是父王。鸭看上去不太对劲儿，这神态表情一点也不像他。他已经自我沉醉了，失去自我了。再看看吧。再看看，再看看哦。欢迎再来。这个字号，结体岩石，内收外展，却不会过于锋芒毕露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夸了。再夸就不像了、真是熟悉又陌生的一。父王对什么都没有兴趣，除了书法。记得那时，记得那时，水波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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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父王，看看鹤的字。这个人好可爱哦，我可以。放那儿吧，姑回头再看。这个姑又被水平翻转，转回来了。回头，回头，我再看，一直是在水平翻转一次。父王，您上回也是这么说的。是吗？估计不清了，你退下吧。父王，你实在太恶劣了。不是说了回头再看吗？你听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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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小时候，我想方设法要吸引父王的注意力，意识到他根本不愿搭理我后，便不再抱希望，自寻乐趣去了。至少乐子啊！虽说师总陪在我身边，可我与他却总少了那么点契合。契合是什么？比如说那天，从父王书房里出来后，我坐在房里生闷气。水波纹，水波纹。公子，你不高兴啊？这个人长得有点让我不舒服。公子你啊，一定还在介意总管今日说的那句话。但那是您不好，找不着东西，是因为您平时就没养成把东西随手放回原处的习惯。师，你怎么知道我那时不高兴？因为你在 FB 上面写的，我都看到了。自然是看出来的。切，好吧，被说马虎粗心，是让我有些不愉快。哎，不是吗？那啊，肯定是因为。你自己放在冰箱的布丁被我吃掉了，对吧？那一定是因为不满意今天那匹马。公子骑上它时，笑得特别勉强。是，不要再乱猜了啦。你要是猜不中，就不要猜了。这你也看得出来？这不是因为那个父王，我看他写的书法吗？那马性子烈，前些年你出门不在时，我曾被他踹过一脚。总之，下次可别再让我骑他了。好好好。不过，他也不是现在您不高兴的原因，对吗？那你就不要讲啊！你不知道这个，你不知道这个不是原因，那你干嘛还讲？欠揍是不是啊？真是欠揍啊！虽然这马上揍你一拳啊！疼疼。别再打了，别再打了。师果然了解我，照顾好公子是师的责任。责任 ？Responsibility。说过多少次别这么说了，他就是改不了。真的想揍他啊！公子，要是师哪里没做好，你一定要说出来，别总憋在心里。我会的，
是。谁管你啊，我就是憋在心里不说。那就好。不愧是吾儿，写得真好，谢父王。被绑得这般严实，就算想做什么也无能为力。公子，是会一直在你身边辅佐你陪伴你，所以不要总是这样不开心。还说我是自己不也一样吗？总是面带笑容，却并非真心感到快乐。也不知他现在身在何方，还好不好？是现在不见了。现在想这些事也没用，还是先休息一会儿，恢复恢复体力吧。你睡了多久啊？等一下，已经过了一年了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什么时候昏过去的？我居然一点印象也没有。那你刚就睡着了呢？地震！快！再这样下去，身体恐怕撑不住了。该死，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？喂，我饿了。喂，谁管你啊？你这个下囚！三公子。您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从上边经过，似乎听到下头有人叫喊。这声音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能进去看看吗？这是垃圾回收厂啊。不是错觉。呀这下边是用来关犯人的地牢，里边不干不净，三公子莫要脏了自己的脚。哦，那走吧。走屁啊，给我回来。呀，是我，别走。是我，别走。你怎么走了？这人长得有点像那个灰。你就继续喊吧，喊到力竭而死最好不过。你，我妈耶。头晕，想吐。难不成是一氧化碳中毒？赶快离开这里，到室外。也好，省得大王天天烦恼如何处理你这假公子。假公子？我是假公子？那乙公子是谁？假公子的话，为何蓬莱王以及满朝文武都不太喜欢你？因为他们嫉妒我，他们厌恶我的才华。为何就连卑微的下人平民都不怎么正眼看你？哪有啊，就听你在那边嘴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。没办法，长太帅就是得背负这种原罪。我知道。你又知道在那边。你知道？哎，快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我告诉你，昨天放在冰箱的那个布丁，其实是我吃掉的。其实呀，之前是我骗你的。等一下，你才是那个真公子。他根本就知道，他是谁？你就是灰啦，这个人，你化成骨灰我都认得啦。你以为你像遮了这个，我就认不出来了？你以为你现在是在精灵宝可梦吗？火箭队怎么打扮小智都看不出来，你当我们观众都是弱智吗？我才是我究竟是谁？你才是，你是真的，他是假的。那你胸前那两颗是真的还假的？鸭是假的。你呀、就要代替那个冒牌的假公子被关在地牢里一辈子了。什么？你又饿又绝望，他却一无所知。独享荣华富贵，坐拥山林，天下居。哦，そうですね。凭什么只有他能被承认？凭什么只有他能够光明正大的活着？哎，你眼睛有 LED 呢，就厉害呢。同是我们的骨肉，同样是我的儿子。
能拥有这一切。你俩同时出生，却只有你被遗弃，被憎恶，从小被关在这里，20年来受尽苦难折磨，他却不必承担这一切痛苦。是他夺走了本属于你的幸福与快乐，就这样无忧无虑地活着，活在无知与愚昧之中。我杀了他吧，取代他吧，那原本就是你的位置，是他夺走了你的一切。我不是这样的，不是。我来给你解开绳子，去杀了他，杀了他，重新夺回自己的位置。杀了他。白痴哦，有这个选项为什么不选？有这个选项，这个选项很明显的就是要选这个吧？有人会去按这个吗？你最初也是这么和鸭说的吗？等一下，这个突然清醒过来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清醒？还清醒着？难不成你是异乡人？你真是你娘亲？我的娘亲吗？不是，他是灵魂受到了那个什么邪恶的什么，然后就坏掉了，变成这样子。我当然是，我若不是，谁是？你就已经坏掉了没？不是。大声什么了？你不是。把我吓到了，这不是肯德基啊！我当然是。你不是啊。母亲永远知道谁是他真正的儿子，儿子却未必能认得他的母亲。肯德基的店员不会穿蓝色制服了。胡说！呀，是谁？我是谁？我自己知道，不需要你来指手画脚。那你便等着吧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得等到何时。等便等，我还怕你不成吗？那不就好怕呢？好怕啊！我真的等得到你。手帕卫生纸呢？天亮了。弟，头好疼。为何每天醒来头都这么痛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？这个好像鲑鱼软寿司，感觉好好吃。三公子，该吃完早点练字了。我刚以为该吃药喽，看错了。咦，您怎么了？一脸茫然的模样。你是不是又忘记吃药了？来，我赶快吃药，吃药，吃药。没什么，我刚刚只是在发呆。谁要把事情告诉那个卑鄙的侍女啊？根本卑鄙！总觉得不能告诉她。卑鄙！来吃药喽！你笑什么？笑？笑？我就是想笑，你管不着。自三公子回来后，大王每天都那么高兴，这都是三公子的功劳啊！啊，是。是，你们都叫我三公子，上头是不是还有大公子、二公子之类的人物？没有啦，都死掉了啦。为何我从来没见过？啊，都死掉了。想什么呢，三公子？您是大王唯一的孩子。对啊，最特别的，就你最特别的。唯一。说。好了。好啊。好啊！和太师的一比，我这字歪七扭八，幼稚不堪，怎么会好看呢？你也知道，太师，你真的觉得我写得好？那当然，那当然 ，very good， 你真的很棒哎！哇！但这个反驳怎样？为什么靠右对齐？异业，可我不觉得。这比他当初写的差多了。
您说大王？那是当然，谁的字都没有大王的好。对啊。不，不是父王，是他。他和他和他的澎湖湾。哎，三公子，三公子，您怎么了？他有一位老船长。三公子，您怎么？我头，我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，但一想就头疼，头好疼。好像忘记把手机充电了，可恶！难怪我会这么头疼，手机没电了。他是谁？他谁？和他的澎湖湾。三公子，阳光来，沙滩扶着我，不要再唱了，别摔着了。仙人们，他是谁？告诉我他是谁！公子，公子。你来人啊，公子，公子疯了。他出了血十字，是隔着水影看着他写，然后拿着树枝在沙地上画的。没错，没错，想起来，我想起，我想。从来没在你身上写过字，他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呢？我不是三公子，他是谁？我是三太子。知道的吧？告诉我。告诉我，你终于清醒过来了，竟然你诚心诚意的放开我，没办法呼吸了，你要叫我三公子死去，快说，他已经死了，老臣不能活，死去，告诉我，人就杀了你，他已经死了。气源斩，化成一滩水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头好痛！头。他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在那儿呢。他醒了，快点按住他。这个配音是怎样？是气源斩。回答我。Answer my question。变成水了。告诉我，我是什么人？你是，变成水了，变成水了。为什么？我什么都想不起来。那你就弱智啊！射了。这果然是鲑鱼。刚刚看到的鲑鱼卵寿司不是假的，那都是真的。压力压力，是压，压力压力，他是哈林庾澄庆，你是赫纳百万大歌星，古月射了，哥，难道他死去？你知道这个地方？这地方是我家。我又昏过去了，这是第几次了？好了，你昏过去就昏过去，不要再数昏了几次，好不好？胃像是烧着火，喉咙却如堵了块冰一样。冰火五重天，这就是最后了吧？好了，你的人生已经到尽头了，还有什么遗言要说的吗？真想就这样睡下去。可是肚子好饿，醒醒！不能睡，可是好困。哥，醒醒！哥，醒醒！哥，哥，鸭，你要是想叫醒我，就拿东西给我吃啊！嘿。你没死 啊！抱歉，不小心吵醒你了，然后把他砍死。什么？我只是睡着了而已。快饿死了，拜托你给他吃的好不好？
沙西米，来，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在哪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哥。哦，来，鲑鱼卵军舰。替元斩。你吵什么呢？都给我把武器放下。什么熟悉的声音了？啊，蓬莱王就蓬莱王，你以为是彭于晏哦？我玩这游戏玩这么久，我还不知道这声音是蓬莱王吗？就下一秒出现彭于晏，这声音，咦，外婆的澎湖湾。我当出了什么事儿，乱成这样？原来是你们在闹事。哼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刚才是他的讲话吗？为什么？怎么是你？南丞相，公子，你不好好待在牢里，逃出来想做什么？我，你金玉外表，败絮其中，空有身份，却毫无能力。这样的你，还不如老实回到狱中待着，早些让位于他人才是。别听他胡说，公子。哎，像您这样身份高贵、血统纯正之人，需要什么能力？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只要保住小命，坐稳公子之位便够。为什么？这便是对蓬莱。他诅咒了蓬莱，不小心按住了。他要蓬莱灭国。高哥。灭国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父王，你听我说，我那天……水波纹。我没有诅咒蓬莱，我那天是……哥，他只是个幻象。你看，我砍他，来，沙西米。我好不容易醒来，你却要陷入其中吗？快醒醒，别受他们蛊惑。快拿去沾酱油。呀，这里是荒野，不是蓬莱。可。可爱，最后的跟父王解释的机会了。该死！别拉我！别管什么蓬莱王了，跟我走吧。我能忘了他，你也一定可以做到。将他放下，把你手中的生鱼片放下，跟我走，让我们一起得到自由吧。呀，自由 ，free， 我呀，走。呀，走呀，走呀，走呀！也想逃？来人，快追！是，他追过来了，往右 ，turn right。呀，背后！啊！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小四，抓住他们！来人，是。哥，小心！背后。呀！啊！受伤，啊！变成生鱼片，明明刺中了要害，他却还在笑。难不成他不是生鱼片，他是豆皮寿司？哥，刀剑对他没用，把他推下去。把他推到酱油里，豆皮寿司丢到酱油里推下去就会散掉。酱油啦。你敢吗？你敢？推就推啊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不是你的父亲，生你养你的人，杀了姑，你一辈子也无法还罪。哥，快！我想尿尿。啊！尿出来了。要你一起陪葬。糟了，要和他一起掉下去了。放手，衣服要扯掉了，不要啊！哥，扑通！他在拉着我往下沉。他太胖了，只能脱掉衣服了。忍术，金蝉脱壳之术。啊！别了，父王。呼吸不了了。呼吸不能。快，
人工呼吸。亚游过来抓紧我，嘴垫在他嘴对嘴，我感到如此安心。嘴对嘴，把空气给他。我勉强睁眼，向上看去，只见护栏的尸首在雨鸟包围中渐渐飘远，再不可见。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。啊，那就假的啦，那就假的。哦，哦，然后他们两个就飘到无人岛，然后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OK， 我觉得这集应该就差不多了吧。这是这两个小伙伴的冒险，还蛮刺激的啦。嗯，然后，就这样。真的了，就这样好了，可以。如果，我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感谢。我没按到。